刚才吃饭的时候肚子痛，我又看到那个飞碟在翻滚了，飞碟在翻滚了，飞碟在翻滚的是昨天我讲啊，在翻滚的时候，我昨天我讲，哎呦，跟棒棒啊，相当于在这个煮的地方啊。 还有一串的飞碟啊，在跟着翻滚，现在呢又变了啊，这边也串，这边还交叉了一串，也就在这个轴在翻滚的时候拉出去一串的时候，大飞碟在翻滚啊，大飞碟在翻滚的时候还小飞碟啊，小飞碟是这样啊，我怎么整？就这个吧，这根轴啊，作为轴心啊，另外两组。 在翻滚，就这样，太长了，我转不过来啊。对，就这样，这样在翻滚啊，整体这样在翻滚，一串都是飞碟啊，一串都是飞碟，这样在翻滚，然后呢，这个大飞碟也在翻滚。 然后灯光各式各样的，希望在不同的角度能被人看到。后来人家在海边上的人呢，往天上一看，哦，真的看到了，一串了，啊，真的看到了，哦，真的看到了，哦，看到灯光了，啊，光线了，啊，一串串的，有光线的那种小飞碟，啊，大飞碟在滚，然后交叉在的那边，哦，真的被人家看到了，啊，好了，知道了，啊，知道了，啊，再见，啊。